先到我这台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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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欢他这个包包，很不错。在这里啦。在这里没有。来，是我家姐姐写的。啊，你没写。因为他要啊，那是谁啊？你写。我可能不会。我是有感的。我要扇子，你要扇子 ，OK。你需要拍照存证吗？要。肯定啊。OK。来，打开，打开。先看我这里啊。新来的 iPad 哦 OK 可是我跟我玩
全没关系啊，这里大人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我，还有我。耶、okay. 啊。啊。好。好，没有来呀。我帮你讲。好、哦。你这么想要，扣一下。Danny。Baby。男生的话，我看你会拿这个吧，这个最新的包包。刚那个名牌已经给人拿走，刚名牌被你拿走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我这个要，没关系，我这个。还是等一下再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人要我的稿纸？我要，你不要说，我一直在这里讲说，不要说说，我要说说这个好，这个实用的。OK 了，再看一下啊，哎、欸，这是这个，对对对对，一二三，给我。这手套的话可以挑两个，真的哦，可以挑两个。
可以。哎，为什么都没有人挑这个啊？觉得很老吗？是吧？因为男生比较多。
他先认识。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听就好了，很快。啊，那边等待。可以啊，那边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那你知道是谁？没有，你直接写。没有，你直接签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。直接签你自己名字就可以了。嗯，去上个厕所。不好意思。我姐是在刷牙。因为你剪的头发是最帅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没有。没有。哦。谢谢。